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又来了？今天的现在的天气应该不怎么好，不知道等会太阳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雾散去，如果雾散不去那就是雾霾。哎，哇，这沙子很细很软，好舒服。哎呀，我把裤子挽起来，还有人在这走啊走的。你看对面的这是建筑，就是这里，这个有这个海景房建筑，有几栋高的，还有商务楼。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。